天玩的这个游戏叫《点点君大进击》，应该是一个横版 2D 的动作类游戏。那么就一起看一看呀。看有没有中文。啊，啥也没有啊，那么就直接开始吧。然后是点这个是跳，点这个 A 是跳。这个是不是，这个应该是。应该就遇到这个红的过去把他给营救了。啊，这个蛙也可以下来，蛙也可以向下跳。三瓦的话同样也可以上去，这就像4399的小游戏，这还可以分体啊，点着这个叉的话是可以变得很肥大，可以变成个气球。得扔炸弹啊！这还可以打斗啊！哎，上面这个是应该变成气球。这什么是变成了电手指？啊，门在这儿。可以把他们吃了。应该是可以发射导弹吧。门在这上面。哎，这个怎么上去啊？啊，这可以看到地图，最终我们要到那边去。主要任务是救小人。
哎，这个青蛙是可以打的吗？然后我们是应该变个气球。哎，是游戏 bug 吗？我觉得这是游戏 bug 呀。哦，可以踩着它，这个设计也是绝了。看一下地图，我们要上去，想想怎么上去呢？好，吃了这个了。哇，这上面有吃的吧？哦，还在扔炸弹啊！哎，看一下地图，我们现在在这个位置，然后要到，应该走这边，能不能下去？应该下面有门。这关应该也过了。这个游戏玩起来还挺好玩的，创意还蛮多的。可以乘飞船，可以扔炸弹。这应该是下一关。这应该是新的一关。刚听到了猫叫。哎，下面吃的还蛮多的。哎呀，这个炸弹没扔对地方。
这个我们是不是应该飞上去啊？哎，也不是哎，地图在哪儿？哦，在那个地方。我们现在在这边，应该往这边走。最终在那边还有两个。哇！然后被这只青蛙给搞死了。看一下这边，这边应该刚才都吃完了，没有了。那剩下来就这边了。我觉得可以变气球这个能力完全就可以不用跳了。然后下来到这下面营救那两个。哎，这有个猫罐头。Nitro。我看一下地图，门在这下边，然后从这边走吧。这关也过了吗？这应该是不是过了第一小关？啊，它是因为翻书的形式，然后这样来过关，然后下来应该就是每一页都有很多关卡。哎，这个游戏的关卡挺多的。看这翻书的话是可以翻这么多，应该还有刚才那应该是第一章，应该把这些都过了以后，下面应该还会有第二章的内容。这个游戏还是挺适合玩的，适合长时间探索一下。哎，它这有个问号，那是什么？我看看。应该是第一小关的第二关。看一下地图，上面有两个，然后这边应该也有啊，这边最上面有一个。这边有一个，哇，快没血了。哦，怎么被这个火箭兵给嗝屁了？好，
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喜欢的小伙伴可以玩一下这个游戏，我觉得这个游戏挺好玩的，很适合慢慢探索。好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